Hello， 台湾的朋友，这个有趣，你们都会这样子的吗？我在全年刚刚看见他，跟他，然后这个姐姐叫我们选，她说姐姐比较好，这个比较好，沉一点，沉一点就是重一点哦。我们选三，买三送一。本来说要买那个莲雾跟丝渣，这里没有，就买哎，这个也好吃，哈哈，台湾水果。然后星期六我们去这里，斗六。祝你们平安喜乐，午餐吃什么？拜拜喽。